OK，我们回来了。欢迎胖特列大帝进入直播间。我怎么在地板里面？我回去了。我试试啊。好友列表太多了。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哎，我先都加了吧，我先都加了，然后到群里，到时候我检查一下哪些人我不认识，就是因为我不都和大家说群里把那个群名改成 ID 嘛，所以我过几天找个时间到群里对着我这个好友列表看一圈，看看有没有我不认识的，然后也不在群里的。这样我就好清理，否则太多了。我就把我认识的人，把我认识的朋友都留着。真的，这么多好友。我是要找个时间。怎么还有叫奇爱博士的？好多朋友的名字都欢迎 China Joe PLA 进入直播间。好多朋友的名字都很奇怪，感觉是一串乱打的。有些朋友的名字就是拼音啊这种，或者一个特定的字、特定的词组。我去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！你们为什么会是乱码？是毕设默认，然后你们没有改吗？但这样其实很容易脸生，就是我建议大家还是改一下。欢迎超懒惰和天冷的加裤子 Z47 进入直播间，因为这种随机名字很不好记，就我很容易就觉得好，哎，好像这个人我不认识。但如果你用了一个固定词组的话，看几遍就熟了，就知道这是谁了，就不会出现感觉不认识的情况。我眼睛都要花了，怎么还有中文 ID 啊？什么情况？我应该都加了吧？我应该没有剩下的申请。
OK，我们暂时完事了，来继续建造避难所。我们这个避难所到现在也没建完，真的是够慢。来了好多人来参观我们的避难所，他们等会儿就会从这边进来。我们现在赶紧要把这边搞一下。桌子，3080。RTX 3080，我刚才还在动态里，我在我的动态里发了那个我机箱内部的图片，你可以去看一下。我这个3080还不是一般的3080，我这个3080上有辐射76的 logo，你去看一看，你绝对会被震惊的。我刚发的动态，绝对会被震惊的。我要找哪啊？这个，欢迎贼拉德进的樱花进入直播间。靠，这东西怎么浮起来了？那它非要浮起来，就让它浮起来。我们就顺从它，不行，太难看了。我们要想个办法把这个东西给搞下去，不能就这么顺从它，绝对不行，它必须给我下去。可恶！好，毕设把这碰撞体积做这么细是有神经病吗？该细的时候不细。这一个破柜，不是，这一个破栏杆做这么细干嘛啦？你要干嘛嘛？啊？我看你要干嘛嘛？能不能让我放啊？可恶！他就是不让放，他死活不让放。哇，就这东西放那就是不行，他意思说是。为什么？我靠，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，奇了怪了。你和这破柜子有仇是吗？贝塞斯达，你和他有仇，你和他没仇，我是不信的。哎，这东西怎么这么艰难？差不多得了，也只能。欢迎清漩涡进入直播间。照明我是靠管线，你看我这头上有一圈管线。但是我还没有放灯，我还没有放灯。我靠！你怎么飞起来了？这都什么事儿啊？哎！哎，神经病！你干嘛？你是想造反？哎，你是想造反？这破柜子，过分了啊！这边，感谢 China PLA 投的6个小星星。欢迎龙进入直播间。
看一看啊，看一看，等候区需要一些台灯，对吧？台灯，这里作为避难所，我们就要放一些像避难所灯的灯，一些比较现代的灯，就比如说我们放这个鱼缸灯。哎，放鱼缸灯，不对，鱼缸灯不能放这么多，全是鱼缸灯也太奇怪了。这个鱼缸灯放到对面去，这灯不好，这灯不行，这灯不能放在这里，这灯为什么不能放在这里？因为这个灯它太亮了，不能放在墙壁边上，我们还是放在这个地方。它如果放在墙壁边上，它会造成这个光影失去层次感，变得非常的突兀。所以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地方倒是还好。那这个地方就要换换别的灯试试啊。这个灯也太亮了，我需要一个暗一点的。这灯也太亮，就没有。不行，这些灯都不行，不能用这些灯。这些灯都不行。让我看看。那该放什么呢？这蜡烛也太出戏了点，主要是。哎，这个灯，这个灯，就是它，就是它，这种暖光色可以，不像白光那么难看。哎，就是这个。然后我们放一些装饰品，装饰品。这边还有个问题，就是这里啊。这里面需要椅子，需要那种吧台椅。需要高一点的那种椅子，对，就是这种。哎，这样子，OK。
看看还缺些什么，还缺些地，还缺些装饰品，比如说花，要放一些花，或者这个也行，放一些这种标本装饰，对吧？放一些标本装饰，不，我们避难所内禁止吸烟啊！避难所内这个通风困难，不能吸烟。等会儿门口贴个牌子。放几盆小植物。什么东西难？我还是很满意的。你也可以叫它隐蔽所，官方的翻译是隐蔽所，这个官方的翻译是隐蔽所，反正。我需要那个地毯，对，就是这个。啊，这不是小楼，这是个避难所。这边是 security。看看能不能找到类似 security 的，它没有 security 的牌子，它只有 observation 也行吧，监视就监视吧，监视也不是不行，也差不多反正。Observation，不错。这边也画一个 observation。这吧台是一个安保，是一个检，怎么说？海关。你可以说它是个海关，那种入境检查的地方。你要进入我们的避难所大厅，就要经过安检。这相当于，安检其实在这里，安检在这个下面，在入口的这里。这边是一个登记处，你进行一些身份登记以后，对吧？你在这里坐下排队等叫号。你等叫号，然后呢，叫到你以后，哎，你起身，你跟着这个护栏这边。走到这个小地毯这里，走到这里，来和我们的代表进行一下这个登记，对吧？登记完以后，你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大型避难所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大型避难所还没开始建，我们现在还是要把这个完善一下。我要在这里放几个有意思的东西，我要在这里放几个这个。这个呢是我们的安检指示灯，朋友们，这是安检指示灯。哎，安检指示灯呢需要一个，需要把这个拆。哎，我，这个安检指示灯啊，它。
不对，它不能建在这个地方，它建在对面。我们把这俩东西反一下，消毒这个不让建，它不让建消毒，它好像不能建消符门，所以就没有办法了。靠，出 bug 了，出 bug 了，朋友们，出 bug 了，我要退出这个世界再重进一下，我要退出这个世界再重进一下。我东西放不回去，我再进一次。它有的时候拆东西的时候会突然出一个 bug， 就是在你这边显示说它已经拆了，但实际上呢它没有拆，它还在那儿，所以你的东西放不进去，你这时候呢就要重进一下才行。我怎么在地下？我又进去了，刚才的三个朋友被扔了出去，哈OK， 又回来了。嗯？哎，出什么 bug 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哎呀，我傻了，是我自己没有点，我没有点吸附，我以为是 bug， 搞，是我自己没有点吸附，我在这里，啊，不对，我点了吸附了也不行啊，这次是为什么？刚才明明可以吸的，什么意思？这刚才我这东西放在这里没有问题啊，为什么这次就不能吸了？ What the fuck？ 你不能再往后点吗？这玩意，我靠，刚才明明可以的，以前明明可以的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感谢 China PLA 投的小星星两个。
我需要连个线。看来这个可以换成接线。不行，太难看。这个是大厅，对，这个是大厅。这个东西我们要挂到这个终端机上去，这就是为什么。为什么在搞这个？靠，这边怎么还接上了？莫名其妙。停一停，停一停。感谢服饰老司机投喂的辣条。电源发散器在哪里？在这儿。灯光。好，不行，还是不搞这个了。它这个避难所，关键是它必须要从上面连线，这也太难看了吧！这也太难看了吧！取消计划，取消计划，abort，abort。取消计划。太多了东西，我们捡几个。
这花架我要重新放一遍。架子。架子上面放三个这个花，对吧？花。一、二、三。然后把这个玩意拖过去。什么情况？养死爪不行吧？养死爪应该不行吧？不能养死爪。Shit！但应该没有，它这个应该没有损坏效果，这个避难所。它避难所应该是无敌的。这边也可以做个休息区，我他妈怎么回事那里？还是竖着放？哎，你怎么飞了？你别飞！这个桌子特别的避难所，因为避难所里本来就是这种桌子。这里需要一个指示灯。Exit zone。Exit zone。这上面的这个。东西我看看有没有哪里是不必要的，这里没有用，这个不需要，因为没有，这里根本就没有灯需要它，我们就把它换成这个，这里也是没有东西需要这个，对，可以建很久很久。你要真的想细心琢磨的话，可以搞很久很久很久。哎，我把这个电力发散器换成朝上的，不就不会吸引注意力的？对啊，我为什么要用这个？我傻了，我人傻了，为什么要用这个？我闲的。对吧？为什么要用刚才那个？奇了怪了。我用这种朝上的，不就看不出来了？不会，没试过，但我觉得不会。这样这电力系统就更加简洁了，因为它都是黑色的，不会突然一块黄的，不会吸引你的注意力了，可以说。我们现在就是在打磨这个区域，我们基础的事情已经都完成了，就是在打磨这个区域。
我们需要几个炮塔，需要几个炮塔，来看看炮塔。炮塔的话，我需要那个 perk。对，自己建。这外面也是。小植物园。他们两个在干嘛呀？这是需要什么？这个是需要科学家哦。那我们再来科学家，我怎么点错了？科学家。对，我就是想做出这种像游戏里的避难所，像游戏里的避难所，就游戏里的避难所是这种氛围，我就要搞这种氛围，就是这种，你看这种各种运用这种避难所栏杆，然后做一个真正的像这种安保区域，外面是一个休息厅。炮塔这个东西怎么安是个问题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安，因为这游戏有个问题，就是原版游戏里的避难所的炮塔都是天花板上的，大家也记得，都是天花板上有一个倒下来的炮塔，但是呢，你们这俩一个蓝盒子里的猫，一个蓝鼻子的驯鹿，你们。这个游戏，他们有倒下来的炮塔，从天花板上，但是我们没有，他不给我们，他唯一给了我们倒下来的就是这个探照灯，但他没有用啊，我不要这个啊，所以就出了个问题，就是说，我们怎么做炮塔呢？这个炮塔如果你不做好，会很突兀，会非常的突兀，大家也知道，那怎么样才算做好了炮塔呢？我们来试试啊。如果我们把这个炮塔放在这个地方，如果我们把炮塔放在这个地方。我靠，它要连线，弄那么多破事，怎么哪来这么多破事？哪来这么多破事啊？你怎么又要连线？你一会儿又要这，一会儿又要那，你这我……行吧，给你连线，开心了吗？给你连线，不行，这样太丑了。连线要连的好看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。哦，也是哦，里面放个，也是啊，里面放个那个小的发电机就可以了。有道理哦。我怎么忘了这件事？我居然忘了能放小发电机这件事。靠，为什么你？放小发电机，我的避难所科技发电机总算能派上用场，哈哈哈哈！这里就是你的归宿，毕竟在避难所里要有避难所科技的。哎，你们看这个炮塔像不像样，朋友们？你看，哎，这个避难所，不是这个炮塔，对吧？哎，这炮塔，对吧？这炮塔多像样，从柜台后面伸出来了一个小炮塔，我们把它下面的掩盖住了。对，我们两边都要放。这个是确实，我看看能不能，
能不能把这个改成，我再试试啊，能不能把它围起来彻底。它在哪里来着？它在地板装饰，地板装饰里面东西太多了。哦，这儿，我试试。等等，我们这样，你先把它搬出来，先把这些东西搬出来。我们把这个东西。把电线连接无效，那么电线拆了，物品无法放置是为什么？哦，那这样子可以。等等，这边伸出来了。这边伸出来一条腿不好，还是我想把它整个塞进去，你们知道我意思吧？我想把它整个塞进去。把它塞到这个柱子里去，做成一个像那种柱子里面有个炮塔的感觉，但是这个有点难度，所以我们要多次尝试，我们要一直尝试，尝试到它 OK 为止。主要是这三个腿它的跨度，我们要找另一种办法放。为什么他不允许我这么放啊？你们看好奇怪啊。这个地方不允许我悬空放 ,what the fuck? 哎，为什么不允许我贴着这里放啊？哎，贝塞斯达是犯神经病了，靠。哎，你有毛病吗？这样刁难我，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能放？谁给我解释解释，是不是因为这个？你早说啊，我都给你搬开。我靠，不是因为这个，这就是放不了。这就是放不了 ，why？ 奇了怪了，就这儿不能放。稍微转一点点就不能放，只要有任何东西接近这里就不能放。我靠！啊 ，shit！ 76的 DLC 都是皮肤和建造。你觉得哪个好看你就买哪个，它和你实际玩游戏任务没有任何关系，这点你不用担心。它全是皮肤和建筑包，你就觉得哪个好看你可以买，如果就没有喜欢的，你买了和不买其实没有什么区别。这个我靠，这地方居然可以放。哎，那有了呀。朋友们，这样不就自己把它拼上不就行了？是吧？自己把它藏起来。哎，既然贝塞斯达不帮我们，我们自己藏，用不着他帮。你看，这不很完美吗？一个重型激光炮塔，对吧？在这里扫描，多，哎。而且我们也没有，也他也没有露出来，是吧？完美。我们再来右边再搞一个，右边也搞一个，这个我非常的满意。
我非常的满意。来，我们重复一样的步骤。重型激光炮塔升起，我看看高度，我靠，它供电不足了，供电不足了，供电不足了，还好这玩意可以，这玩意可以搭上去。发电机来，我靠，你别飞啊！高了一点，高了一点，下来一点。矮了一点，上来一点，哎，差不多了，怎么还是矮了一点？OK， 很不错。同样的步骤，是吧？我在加拿大，不在美国。然后这里，把它对齐。哦，还好，这里还好，可能别的地方很冷。我们的安保系统已经上线了，我们的安保系统成功上线，两个炮塔。两个炮塔在这里守护安保室的安全。非常的棒，休息室差不多完工了，我们来看看这外面。这外面有个问题，就是我感觉太乱了，我要把这个地方清理一遍。这里这种这个这里太乱了，不想搞成杂草丛生的样子。然后这个红色的花它太显眼了，我感觉它太显眼了，并不好，和我们的并不符合我们的整体。然后这俩棚子我感觉还是不要了，看起来协调多了，看起来协调多了，这样子。然后这中间放一个雕像，放一个避难所的雕像，再放几个灯光来照它。灯，做成一个那种
底下再来。哎，棒！这氛围，这氛围是真的棒。啊？你这什么情况？靠，这怎么办？我接不回去了，我接不回去了。你要是这个没办法，你就传送吧。否则他这里显示的起码是我没法接回去。你直接传送不就行？这个地方我在想，这块板子并不好看，给它拆了。这个等我们重新拼，也拆了。Exit zone。核弹居然。居然是核弹。我在避难所里过着安逸的生活，结果突然来核弹了。Attention citizens, nuclear strike imminent. Please exit the area at your earliest convenience.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. 哎，这怎么多了一个？室外小花园。把这个地方挡住，太难看了。也没什么好看的枪支。
哦，但是可以，我们来拼几个字，来。V A U L T。是不是？我们的中庭就要差不多了。226号避难所，核弹来了，赶紧去跑一趟。开始了，No. 啊，炸地板伤害高，我感觉没啥区别啊，为啥？我靠！我在换弹，你个智障，别跟着我。群混蛋！好像确实高一点，但是炸不到啊。但是炸不到，是我技术不行。它飞了。干他！干他！干他！我靠，又坏了！逗我呢？这武器天天就是来吃我的维修件的，真的，他就是来吃我的维修套组的。
贵了，贵了。我靠！传奇，你找蟹王，你别过来，离我远点。轰死你！还有浮尸人。我靠！又来个腐蚀兽，他直接就爆死。谁呀？胆子这么大，竟敢偷袭我！耗子尾汁。有个坏消息是我又超重了，我又，哎，对，偷袭350级的老同志，这好吗？这不好。看我身上这么多东西，给它吃掉，抽卡了，当当当当，知道火锅怎么做吗？用铁锅。我硬是没看懂他啥意思。知道火锅怎么做吗？用铁锅。啊？What？ 我不懂，我不懂啊，我真不懂。我带减重。但是我还是很重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看我带了很多，哇，我惊了，我刚才没有上爆炸 perk， 朋友们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刚才伤害那么低吗？我没有上爆炸 perk， 我就来拿爆炸枪在这打。我靠，我用了一套建造 perk 在这里打女王，我说怎么回事，伤害43。忘换了，我需要回家，我回不去了。啊哦，因为我超重。我为什么超重了呢？这个破东西就不要了，换票我都懒得拿它。还有这个不要了，这么要你有何用？你也换不了几张票。还有谁中的？我要做点菜吃，煮，做点菜吃。把浮尸兽烤了，把螃蟹烤了，然后放个帐篷。哎，啊，有人，我去，有人放了一堆帐篷了。辐射77之萨瓦，啊，我总算不超重了。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，
值得普天同庆啊！赶紧回家继续建我的避难所去。不能忘了正事儿，没错，正事儿已经变成了建避难所，所以这款游戏其实叫，其实不叫辐射76，这一款游戏叫《模拟人生4冒号避难所科技》。啊，这其实是由 EA 公司出品的《模拟人生4》的最新 DLC， 将你带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中，建造你自己的避难所，并享受属于你的废土人生吧。《模拟人生4》最新 DLC《避难所科技》现已发售，种种花，哎，烤烤火，看着远处的河暴云，好不惬意。烤烤火，有没有烤火的？没有烤。有做饭的。哎，在火，等等，我在这个火上来做饭，朋友们，你看，我们在这里做饭，哎，加点调味料，加点盐，注入灵魂，然后这个。再加点胡椒，再加点胡椒，然后还不够，还不够啊！再加点老干妈，来，还不够啊！再加点葱姜蒜，还不够啊！再加点孜然，我们色香味要俱全才能吃。再加点迷迭香，再加点洋葱，哎，这一顿饭完美了，可以吃了。我们吃我们的烤蟹饼，美味的烤蟹饼就这么做好了，哈哈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喝一瓶酒，非常的棒。然后我们在这个火上也烤一烤东西，不错，吃饱喝足。喝酒啊，喝酒在这里嘛，喝，干杯，一杯，两杯，三杯，四杯，五杯，六杯，七杯，七杯不醉，可谓是神人，七杯不醉。七杯不知道哪来的酒，反正看来很低的度数。我怎么发表情没发出去？进入避难所。OK， 朋友们好，我又回来了，我又回来了。我们来到了我们的226号避难所，欢迎大家来到226号避难所。那么我们今天即将完成这个避难所的事务，这个避难所的事儿就要差不多了。中庭搞，但是今天肯定搞不完。我们可以今天搞一点，但今天肯定搞不完。不过我对于我们现在的情况还是非常的满意的，一个，
街心花园一样的地方。那个以后再说吧，我觉得不一定让展示，甚至都，所以啊，这个真说不准。我希望能展示，但是我也说不准他到底让不让。他要是真的不让，那你也没有辙，你也没有办法。这个木头的是不能，是没有，这个木地板居然没有。居然没有那个材质啊，这点有点烦。它没有，它木地板没有那个叫什么？再种两棵树吧。树呢？树在这儿。再种两棵树来。这边是种了哪两棵？这边种了这两棵。那这边也在。也再种两棵树吧。对，他那个展示架，但是他那个展示架是因为，就是因为复制 bug， 我听说，我不敢确定，但是 Reddit 上有人就说了，就是他这个实例技术 instance。很可能就被复制 bug 什么服务器回档来利用，然后疯狂复制东西，因为展示架是和你的储存箱相连的，现在个人避难所里任何和你储存箱有关系的东西都是不能见的，或者说任何和你库存有关系的东西都是不能见的。你们看为什么水也不让见，对吧？资源里的水也不让见，你不能见水龙头，你为什么不能见水龙头？因为它和你的库存有关系。感觉任何和你库存有个关系的东西都是不行，但是这个是为什么不行具体不知道，他们分析是说可能会导致下一波的大规模复制 bug 的回归，所以毕设没有搞，能不能解决那也不清楚。我们的避难所，朋友们，哈哈，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的大厅避难所，避难所226号的入口大厅，要正式宣布竣工了。真不错，可惜下面我还要做一些改变，我还没弄好这个下面，一楼下面。比如说通过这个维护处，我们应该是给它设置可以进入这个小避难所，要设置这么一个东西。嗯，让我看看啊。
让我看看，这歪了呢，怎么？不像话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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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把它们移到这里面来。这个就不用。避难所226号，我们要在这里再放一个发电机，来给这里供电，偷偷的供电，啊，打枪的不要，偷偷的供电，你们看，怎么个偷偷的供电法？你给我出来一点行不行？等等等等等等等，你们看这样子偷偷的供电，把这塞到这下面去，然后把他们两个连，哎呀，居然连不上，可恶，我的计划被。那你往上一点不就 OK 了？等等啊，哦，不能连这个东西，要连这种才有用。偷偷的供电。还有地方太亮了，我没让它，我不想让它这么亮，我没有想让它这么亮，我想让它暗一点。暗一点的话，灯我们就不能用这两，这两个太重了。那用什么呢？不能悬空，虽然这个灯很好看，但是你也不能悬空吧。嗯，尴尬的事情来了。为什么这么亮啊？不要这么亮，给我暗一点。一个个的着这么着急，暗一点能怎么样啊？我看你们都这么亮，你们赶着去，有没有暗一点的？太亮了，我靠，一个比一个亮。Holy， 我不想用蜡烛，关键是，要么就不放灯了，这个样子也可以，反正这个东西本身它会发光，也没问题。我们把这桌子放进去，然后这里放这个避难所的入口，我们把它们合成一个，所有的避难所都要通过这个避难所来访问。哎，这样就很合理，因为为什么合理？这个是避难所的门呢，对吧？这个是避难所的大门啊，这是整个大门，然后这是中庭。这边有一个维修区，不对，这是大厅，里面是中庭，一个维修区，然后这个地下室，因为它是维修区的一部分，所以理应从这里进入才对。
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，非常的合理。什么东西公共地图做不了？你指的是？鳄鱼困，鳄鱼啊，这里写 reactor 吧，我觉得可以。我们把避难所的大型发电机就放在这个里，这边就相当于我们的维护区。我们三个避难所不是独立的，大家也看出来，我们这三个避难所的设计是他们是同一个避难所。实际上，可能我和很多朋友都不一样，很多朋友可能三个避难所是单独建的。就是小的小的，中的中的，大的大的，但是我的思路是，这三个避难所是一个避难所的三个部分。就像我刚才和大家说的，小的避难所是避难所的反应堆和维护区，中的避难所是避难所的大门前厅，大的避难所才是避难所的内部。我是这样子分的，我不是说他们单独是每个是一个东西，而是说这三个东西是一个大避难所的三个小部分，他们联合起来形成了我的避难所，我们的226号避难所。这是我生日的日期，所以我就用了这个，正巧贝塞斯达没有用过 Vault 226。就是自己的，这不就是辐射避难所吗？等等，这不就是去掉了，这个模式不就是去掉了居民管理的辐射避难所吗？哼，或者说它就是88号避难所的移植版，它是，哦，我恍然大悟，辐射76是辐射4的多人版，是不是？然后这私人避难所就是88号避难所 DLC 的多人版，你们发现没有？这个东西就是88号避难所的多人版，76是4的多人版，这个是88号避难所的多人版，76是4的多人版，这个更新是4的 DLC 的多人版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感觉啊，造一个避难所嘛，造一个避难所是吧。哎，这不是造一个避难所，就是这感觉一模一样，只不过这一次我们可以请朋友们来这里看了。我们在这里住的不是 NPC， 而是可以带朋友，带真的人进来看，是这样子的。贝塞斯达，你这些小聪明好吗？你这些小聪明这样好吗？劝你趁早耗子尾之，好好反思，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小聪明。小聪明一时爽，结果就是鳄鱼又要花钱了。你天天让我花钱，你忍心吗？不是，你看看我给这游戏花了多少。买了，新出的都买了，兄弟会的这一套也买了，99块钱的 DLC， 99块钱的这个皮肤包也买了，是不是？这游戏发售到现在，我买的原子包是不是过了20几个了？我觉得肯定有20几个了。你看看这些东西，哎，我劝你耗子尾汁，不要再抢我钱，你给我少出点东西。第一，朋友们，我下次看到那个好友申请会发的。第一，你给我发这么多东西，我们先不说钱不钱的问题，你给我发这么多东西带来的直接问题是什么呢？是你现在解决了预算问题了，这个避难所预算很大，没问题，但是他就没有发现这个界面
这个界面我找一个东西要多久？你们也看到了，我找一个东西每次要花多久？就是因为它东西太多了，那搞这么多东西，那搞这么多东西以后怎么办啊？以后等这个游戏再过2年，我每次要建房子的时候，我要找个东西，我岂不是心态爆炸，直接人都要昏过去了？他要是再不赶紧给我搞个搜索功能，我们以后怎么办？你看看这些，我去啊！以后怎么找东西建？以后要找个东西，光是找东西找10分钟，建东西1秒钟，找东西10分钟怎么办？这东西太多了。欢迎菠萝糖成为粉丝团成员，并成为高能榜第一名，感谢投喂的旗开得胜。他这个懒得分类，他这个分类分的太，这什么玩意？你们说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凭什么是杂项啊？贝塞斯达的这个地板装饰，哎，你们看啊，这个奇葩逻辑，我真的是受不了。你们看看这玩意，这玩意应该是桌子或者柜架，对吧？这个东西应该是桌子或者柜架，他给我搞成地板装饰，那行，那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为什么这个东西不是地板装饰，而是杂项建筑？是不是？为什么？我这啊？Why？还有这个东西会发亮光。所以它是杂项建筑，错，发亮光的东西应该都是灯。你们看，这火坑是灯，哎，为什么这火坑是灯？结果这个火坑就是杂项，为什么它是灯，它就是杂项？然后还有呢，等着啊，这个我还记得有个东西，那还有这个。靠哪去了？这也是个火坑。哎，它凭什么就不是灯？为什么那个火坑是灯，那个火坑是杂项，这个火坑是地板装饰？你的火坑到底是什么玩意？请问，我等它以后出了更多的火坑以后，我们就要到处找啊！你这个火坑是墙壁装，不是，是地板装饰，是杂项建筑，还是灯？我是真的。我是真的无理解无能，我感觉我太恐怖了。他这个分类分的实在是不像话，谁分的类啊？出来挨打。瞎分啊，不好好分类，不好好分类。这不好，这很不好。我劝闭塞，好自为之，好自为之，好好反思，今后不要再犯这种错误。来看看，我们还有很多预算怎么办？我们还有很多预算怎么办啊？你说不用吧，我又不好意思。你这不用，我岂不是浪费了我的这个。对吧？我的这个买了的东西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啊，你说不买吧，你心里过不去；你买了吧，你不把它建满，你心里还是过不去。这样吧，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它这样放，然后呢？完了，这玩意是在什么地方？这玩意是杂项吗？这玩意不是杂项，那这玩意是啥？Shit！来了，当场开始。这东西是什么？不对，这肯定就是杂项，是我没看见吧？好吧，它总算有一个分类分对了，谢天谢地了。不行，这边有点太挤了，把这个拆掉。我靠，为什么连不上啊？为什么连不上？不是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凭什么连不上？这怎么就连不上了？What？
哎，why？不是，为什么呢？What？我。我直接，这怎么可能？哎，你看，不是你为什么毕设要这么给我搞啊？我红的重叠，哎，不行哦。你们看啊，他写重叠，什么和什么重叠了？怎么就重叠了？重叠还是重叠？What？我今天闹鬼了，今天世界未解之谜，这两个东西连不上的。我靠！哎呦，活见鬼哦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靠！这意思是我不能做拐角了，就意思说是我没法做拐角，因为我一做拐角他就不让我连。怎么能这样呢？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岂有此理！太过分了，这谁搞的东西？赶紧出来，赶紧出来挨打！我靠，这还得了？你们，算你狠，算你狠，我自己连，哎，我自己就非要连个通道出来，今儿。我不管别的，我今天就非要连一个出来。你看着，你不让我连，你不让我连，我就不连了。你也太小看我了。我今天给你搞个超级对齐，用不着你。考眼力的时候到，起码要造一个观赏性的这种走廊。等等，这走廊其实还有别的用处，我感觉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搭个双层的出来，行不行？能不能搭个双层的出来？算，不搞。那走廊肯定还是有别的用处的，只不过我们搞几个那个这个东西，还不如弄几个这个呢。这个栏杆歪了，看地板上的花纹，这样差不多。
这玩意能不能滚蛋啊 ？Shit！ 改一下。这边太暗了，要搞几个灯来。就用他给我们那个灯吧，这一次。这个，就避难所的这个灯。好，这边没有电，电源呢？这边正好搞个电源板。这是在干嘛？这东西怎么悬空了？突然，哦，我开了那个，靠，这我怎么不在队里？OK， 我们的中庭就要差不多了。我们的不是说错了，大厅又说错了。我们的大厅就差不多了，我感觉。或者我们可以多放点灯。可以多放点灯。
把这上面把所有的哦，对，就这样，把所有的这个走廊上面都放满，或者说走廊下面，走廊下面都放满，就这么办。可惜要是有蓝图就好，如果有蓝图，我们就不用一个个自己放。很可惜，蓝图功能被在避难所里被砍了，避难所里不让用蓝图功能。对齐呀，挺好。可惜这楼梯下面不让人放。这里别忘，哎，这下面的灯都做好。这里也再放几个小装饰品比较好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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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东西很亮吗？倒不是非常亮，还行。挺适合这种花园的，它的样子。但这边也需要一个发电机。
我的避难所入口。避难所编号。6号 ，OK 了。这个避难所中，大厅避难所，我们但是还有一些预算没有用完，怎么办？我想把这些预算用完，哎，我真的很想把这些预算用完，我不想留他们。这样子，我们再来几个栏杆吧。我不想把这些预算多余出来，起码用的差不多，现在还差好多，感觉没有物尽其用，有一种感觉啊。不应该啊，现在你这个打折刚结束，前几天打折才42人民币，打折刚结束，这个也太不巧了。没对齐，打折刚结束啊。再来个护栏，我们把护栏也发挥到极致不可，全部搞上护栏，各种各样的护栏。什么时候还打折，这个就不知道了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女朋友？黑五打折毕竟就是这段时间嘛。会员避难所大厅不可能造不出来啊，为什么会造不出来？就是首先你领了，你肯定已经领了，然后就避难所大厅啊，你是不是没有往后调啊？你看这两个选项，中庭避难所是大的，对吧？大厅避难所在它后面，后面这个是大厅，第一个选项都是中庭，大厅是会员的。你往后翻一个就是大厅，就是会员的，不可能啊！就是这两个，第一个是中庭，第二个是大厅。你要往后翻一下，这个你要往后翻一下，切换下面的风格，它下面有按键提示，你切换那个风格。显存占用，我看看啊，这怎么看啊 ？VRAM 吧，7个 G， 显存占用7个 G， 开的是4K， 4K 全部特效最高，7.0，6.9，7.0，6.9，7.0，6.9到7个 G， 差不多。
4K 全最高。穿着一身英克雷侦察兵甲，哈哈，敬着兄弟会的礼。不要出去打怪，为什么要出去打怪？我要在这里建房子，这才是我的宿命。谁也不要拦我建房子，我就要建房子。干嘛要出去打怪吗？这待的好好的，难不成外面有怪在啃我的家吗？那种情况是例外。对，现在就上半章，现在还没出完，等明年年初再更新下半章。哎，又一个栏杆。你们看，是吧？多么美好的避难所，一个小花园，艺术馆一样。那就好，放心了。可惜他没有斜着的栏杆，他应该搞几个斜着的栏杆，否则这栏杆上没有栏杆就很奇怪。他也不允许我斜着放。阻挡玩家入口。我只是想把它对齐一下。哦，玩家入口原来在这里呀。Exit zone. Exit zone. 我是太喜欢这次避难所更新了。我是真的太喜欢这次避难所更新，而且还有一个好处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这一次更新了以后，你吃饭和喝水不是强制的，就是你吃饭或者喝水是有 buff，但是你不吃饭不喝水不会有 debuff，所以呢，为什么就很爽？是因为我们建房子，你们都看到我建房子要费多长时间，每次我建着建着，下面的这个条。
就没了。然后以前呢，就经常我食物也过期了，然后我身上也要饿死了，我就被逼着只能出去捡东西或者打猎。但是现在我可以无限制的建造下去，因为没我不会被饿死，也不会被渴死了。我们这个只是个出门用 buff， 但在家造房子完全不用管，不会被这个东西逼着说非要停下手头的事情，就还是不错的这个样子。其实关键还是以前要求吃喝的频率太大了，其实他频率要是小一点也没关系，但他以前要求的太大。 Exit zone Observation Observation， 哎呀，灯到头了，你们看，灯一共就能造50个，我们已经造了50个灯了，我们不能再造灯了，灯已经顶了，我们已经把这个空间的灯的限制耗光了，造了50个灯，这么小的区域里造了50个灯。我怎么做到的？我自己都不知道。还没完，我们要保证这个地方的安全。破坏专家，啊，不是下错。又下错。嗯，还没完全建好，快了。我靠，不早说，贝塞斯达把我坑了，他有红色的炮塔。哎，你不早说你有红色的炮塔，你。Fuck， 他有红色的炮塔。No， 这可不行。我靠，这红的不正好配吗？我才知道我有这个红色的炮塔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有，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买的，我根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买的这玩意。我靠，不行，这要重来，这红色炮塔那能忍吗？这有红的肯定有红的呀，还用说吗？那肯定用这个啊，来过来，就用你了。他不会滑到桌子吧？让我看看他这炮管的高度，主要是还要再往上一点，好像这样子差不多。然后你过来，你进去一点试试啊，看看能不能把它圈在里面。哎，这个完美，这个底座还是圆的，还是红色的一套，对吧？红色的，可以把它嵌在里面。就应该用这个嘛，给它高度地板，我的柜子呢？完美啊！两个守卫炮塔在安保处，而且都是红色的。
都是红色的，和我们的这个柜台的颜色也匹配，很棒。我们接下来要在前面也设一些炮塔。用一样的方法，因为那个是处理有硬闯的人的，这边我们再来放这个，再来放这种炮塔。炮塔与陷阱，那我看看他那个炮塔的，他划的那个圆是怎么样子。他是这样子的一个，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塔直接把它包起来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放一个，然后我们做这个，开始做这个塔。炮塔，这个是真正的炮塔，我发现了谐音梗。炮，不对，这不是谐音梗，但这炮塔，朋友们，炮塔，我们需要调整一下。这个，靠，出 bug 了，他多给我显示了一块出来，但是这个无关紧要，我们不管它。它下一次上线的时候，它会自己刷掉。我们要把第一块必须对齐了才行。看一下，这第一块又没对齐。我们可以以它那个下面底下的耳朵作为参考物，这下差不多。炮塔，朋友们，炮塔诞生了，我们的新试验品。红色炮塔，可惜不能造蓝图，否则我就爽爆了，太可惜了，居然不可以造蓝图，哼。再来一个炮塔，我把这个移掉。干脆把这个移掉。炮塔，
红色炮塔，长相奇特，这里需要一些装饰。避难所的地毯，啤酒壶，不对，守卫上班的时候喝啤酒可不太像话，不能搞啤酒壶，不可。不像话。但是可以当做咖啡壶，我觉得没必要这么纠结。我们可以搞两个壶来当咖啡壶。收音机，阿帕拉契亚电台两个，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。哦，这边再来几个这种探照灯吧。这也行，惊了，那 OK 啊。为避难所增加一些动态。哇，好漂亮啊，这个探照灯一放上去真的好漂亮啊。我为什么早点没有放这个灯，我惊了。我们应该再放几个。我怎么早没有想到放这个。这个动态光源还是真的漂亮的，非常漂亮。对吧，你们看这一下子，这个场地就有
就有活力了。真的像一个安保区了，因为有探照灯。而且探照灯不算灯，探照灯只探照灯和是和自己是算炮塔，不算灯。哎，这个灯是真漂亮，怎么早点没有用它啊？啊，这可能是这里面最漂亮的灯，在那个角上面。OK，差点错过了一个很好的。效果。靠，这居然能进来！哼。这可以做出一些很有趣的动态的效果，这个灯，你如果愿意用的话，真的很有趣。我想把它放在这里面。这样就像有光在里，有人在里面工作，或者说就像有机器人在里面工作一样，对吧？你们看里面有这种探照头灯一闪一闪，给整个场景增加了很多动态，包括上面左右的两个探照灯，对吧？超漂亮。我们这边也来一个，一样。很满意，我对我的避难所的效果非常的满意，不是一般的满意。我拆个炮塔吧，因为我们只能建这么几个，我打算再放一个探照灯，所以我拆个炮塔，我在这里再放个探照灯。但这个供电的话，就需要可能需要这种发电机。靠！
他飞起来了，这可不行啊！你别飞呀，你下来。OK，我们的避难所大厅就这样完成了，我们的避难所大厅就完成了。后几天我们来试试，后几天我们来建避难所中庭。不对，明天我们先把避难所公共室给做了，然后我们再来做避难所中庭。避难所中庭会耗的时间肯定是比这个还要长，这个我们造了3天吧，这个我们造了3天，避难所中庭可能就要，4、5天的直播了，才能把它造完，需要的时间还是很长的，需要投入的精力也是很多的，但是效果是很值得的。我们的避难所，OK，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。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。下一次就要在这儿见了。我们完成了3个里的一个，还有2个。